我是说有人哦，你男朋友现在有人有吗？说是这边，然后就是会有冒出很多手吧。这边这一片是雾。对啊，而且你刚照过去的时候是雾的。嗯，你那个拿一下下，我擦一下镜头。不是，也不是呢。对啊。刚刚擦完镜头也是好好的。是镜头雾还是迷你景雾啊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哎呦，又有机车来了。不理他，走。不太可能吧？你看，这片树林里面，这要怎么进去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是谁会在这种地方夜游啊？就很奇怪啊。哎呀，我都不会想来这边夜游的。那是因为跟我，如果是跟梅亚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我问你啊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如果是梅亚，我看你耍电波溜都跑去了。是这样。前面那边。那边树林就比较松散，过去看看，怎么了吗？这里有个坑啊！哎呦，小心小心！软的哎，这是陷下去了。不是吧？有啊，那个好像只是柱子。嗯，如果有人的话，应该就转过来了。确定？嗯，我视力2.0/2.0的。有没有人呢？请你打。我们要打人家。你不要照人家好不好？没有啊，就拍一下给大家看啊。大家看半年后喝什么，然后就无意间拍到这种。对啊。做一些怪怪的事情。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半夜不回家，把人家女生带来这里。我是说有人哦。你那边好像有，有吗？有吗？你有拍到吗？有啊，会动的那两只。会冷，嗯，会动的人。那个可能刚要，然后就被你的那个，然后我就忽然间手电筒就，哦，好亮。几岁住哪？行照驾照。人呢？在那边，在那边。白白的那边。白白的。嗯。我怎么没看到啊？你唬我读书少，你不要唬我哎。走路看路啦。好了，玩具球啊！有啊，你看到吗？你是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啊？
阿冷呢？我刚刚看到一个不知道男男女的就。阿冷呢？你不可能会瞬间移动吧？挖东西的痕迹耶。对啊，木材。人呢，老大？没有，刚刚太不正经了，我没有注意看。但是我确实是看到有一个人就在那边，我不知道是坐还是站，反正就是在那个白色的。有这种，我完全没看到、啊。还说你视力二点零？你说不定是另外一种视力二点零啊。看一下，而且今天海浪很大，这样算大吗？以一般来讲的话，算大。是、哦。嗯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海浪太频繁了。住海边的知道齁，你干嘛站着看着照着我？所以你就是常来嘛。我没有好吗？不然你怎么知道今天海浪特别大呢？就看这海就海浪就不对劲啊。是吗？当然啊。各位观众，你相信他讲的话吗？看起来一脸单纯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嗯。为人正直，拿着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老大瞬间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应该不是的，因为我刚又怕他了。地府里，地府个屁呀、啊！这边是海边呢、欸。哦，对，我们是传说中的。那他不就往树林里面跑了吗？那么奇怪，你灯要照我，不然的话这样拍得到吗？拍得到。我看今天主题可能不是海边，我们去那边的树林看看。回去里面看看吧。嗯。
那边一堆卫生纸。你有解吗？嗯哼哼，可能刚办完某些事情吧。整部片只有你这个人想色色，人家不能去玩水，然后上来把沙子擦一擦吗？你想擦干净，上面还有湿纸巾，你搞唬，你唬我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年纪比较轻，所以我不懂。怎样？没事。